台湾第一店。物以前身是宝啊，我们随便料理一个二三十道菜没有问题。真的，我的人生第一次就是只吃鱼鳞哎。我觉得很好吃哎，纯白的龙胆，一万只只会有一只白子啊。我们来搏一下白的，这龙胆呢？龙胆，龙胆哦，哎，我是来洗澡的，是不是啊？耶，来。让我搏起来了！钓鱼是许多人喜爱的休闲活动。一般来说，依钓场可分为海钓、溪钓、池钓三种，其中又以海钓最为刺激。但因为池钓最不需要考虑潮汐天气，带着钓竿想钓就钓，所以呢，也是许多钓客的首选。钓鱼池这么多种，当中又以龙胆石斑算是池钓中最刺激的鱼种。据说在新竹的水月休闲园区里，有一种全台首创的搏鱼体验，搏的就是勇猛的石斑鱼，来去看看。水月休闲农业区搏鱼，是搏什么鱼？搏。你觉得这是什么？你觉得这是什么？乌鱼，乌鱼子。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你不是那个台湾第一等那个来来来，请进，那个小洞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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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来这边？大哥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捕鱼乌鱼苗啊。捕乌鱼苗？对啊。你们这边是做乌鱼子的是吗？我们这边一个养殖渔业生产区啊，都是养乌鱼啊，全部养乌鱼，几乎都是养乌鱼的哦。台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区。北台湾，大家常吃都是乌鱼子，很少人吃到乌鱼，对，对不对？对。那乌鱼是一定，乌鱼不是都是养殖的吗？其实，在以前的话，乌鱼都是野生的啊，我们都捕的啊。现在当然这个很多因素啊，环境污染啊，被大陆拦截呀，我们的这个野生的乌鱼量越来越少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这里这个看出去大概60公顷左右啊，都是养乌鱼啊。对。那这些鱼苗都是我们要自己去抓啊，不然哪来的鱼苗？你穿这样就有办法抓乌鱼，是大海里面不是吗？这个我是专门的师傅了。你看我们这边六十公顷所有的这些鱼苗都是自己捞的啊。哎呦。所以反正来都来了，我可以跟你去看看吗？啊，那刚好缺一个人手，你就当个小助手好了。好啊，可以啊，干干干干干。哇，新竹竹北的乌鱼养殖面积约60公顷，年产量约10万尾。虽然不是台湾最大的乌鱼产区，但却是全台纬度最高，捕捞上市的时间也比其他养殖场更早。加上强劲干冷的九降风，形成有利于乌鱼的丰土条件。只是吃了这么多年的乌鱼子，居然不知道养殖的乌鱼鱼苗还要自己捞。就这么简单，在这里捞就有了啊！你不要看，这里算是什么沟？这是什么沟？对，这个是我们养殖区的这个哈进排水的这个水沟啊。哦，是哦。我们前面有一个进水沟，这边算排水的，所以这水应该也很营养吧？你看这个还是有绿藻啊。对啊。你不要小看这个水哦，以前我们在这里可以摸到那个蛤蟆哦，蛤蟆，可见这个都没有污染哦。从这边出去是哪里？这边可以通到海啊，出海口就是凤山溪的出海口啊，凤山溪出海口交界处，淡海水交界处，那它捞的方法不就跟那个鳗苗是一样的？有一点类似。对，像这个鱼苗，它最喜欢栖息在这个河海的交界处啊。对，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它的营养盐啊。哦，所以说这些小鱼的话，最喜欢在这个河海交界处。我发现这里的生态真的不错呢，大哥。这生态真的不错呢。你不要小看，等一下我们抓你就知道啊。那是什么螃蟹啊？这个一些招潮蟹啊，招潮蟹这边也算是红树林区吗？对，你看，对不对？现在都会长到这边。对啊，这红树林区啊，这边的啊，哇，好酷哦！没有来都不知道。竹北是一个相当靠近科技园区的地方了。没错。然后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旁边还有这么好、这么丰富的生态。
对，哇，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县政府施工所吼啊，尽量把这个地方吼营造成一个比较生态，我没有破坏，很健康，很这个原始的一个对哦养殖渔业生产区，好棒哦。好，来捞乌鱼苗。哎，我没有捞过乌鱼苗，但是你怎么认得出来什么是乌鱼苗啊？哎，这里有这么多鱼种，你捞起来你怎么认？老渔民一看就知道了。真的假的？好，来，这是什么？鱼苗的那个鱼苗网啊。这是鱼苗网。对，哦啊，我们要拖的拖出去啊。对，把那这个鱼苗网。把这个好鱼还想说很简单，那困难的来了，这要拖出去，这都泥巴，你拖起来不会是泥巴吗？但是你要这个不要让它陷太深啦，不要拖太多泥巴。哦，这样可以捞几尾啊？这不一定啦，像我们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一晚一天的话捞个十几二十万尾哈。啊？一天单单收入就二十万了啊。十几二十万尾，真的，这是没有错，不是骗你们的哦。等一下，我奉劝那些在东北季风里面捞鳗苗的，不要捞了，来捞乌鱼苗，一天就十几二十万尾，你在那边捞弄几百尾的时候，捞到什么时候？对不对？讲这些最好的时候啦，常常也在功夫啊。一天捞一二十尾，一二十万尾，哇，那一尾多少钱？有我说五毛钱到那个啊，五毛钱到两块钱都有，到两块钱，我们算五毛就好了，二十万尾就相当十万块了。啊，要工作多久的时间可以捞得到一二十万尾？啊，像我们这样下去捞，要捞多久可以捞到二十万尾？运气好的话，大概去换老醉吧，好两个钟头吧。哦，哎，时薪五万块哎。哎，时薪五万块，那我可不可以辞掉台湾第一等啊？对啊，不要这样，我们还是认份一点好不好？哦，现在怎么样？拉哦。现在哈，我们这时要把这个哈，这样往那个我们那个砍顺嘴，好，因为鱼也是会进嘴，嘿，所以我们那砍顺嘴。哦，它会进来，所以我们要就是它往这边来，我们往那边去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哦，但是这个拖啊，你不要按尾毛拖啊，哪会掏钱比较好啊？啊，拖不老给掏钱，你怎么弄？它都一直往前流啊，你看。来，所以说我们要快点。所以说我们前提都要弄长。哇，所以这个也是要两个人才有办法。对。哦，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捞，啊，你平常是谁跟你捞？你平常在找一个帮手进来，就帮我老婆啊，你说。你老婆愿意来啊？你老婆来的话，你要分多少给她？哈，你老婆来，你要分多少给她？你看我们这些男人哦，真的就是这样，赚的钱回家都上缴了，然后身上是什么？就剩下一杯咖啡的钱而已。希望今天可以捞得到二十万尾。闪过来啊！闪过来，那边刚好一个排水孔。我整个直接下去我上不来啊！你不要走，你拉我一下。哦，难怪大哥不走这边。我是下汗啊！大哥，你都不跟我讲。然后你这样就看我，突然间就不见了。哦，很简单啊，对，宝哥说，因为各地乌鱼产卵季节和气候不尽相同，所以乌鱼苗的汛期也会有先后。一般来说，可以捕获的乌鱼苗种类可分为卢塞欧、大金鳞、大博以及小博，其中以大博、小博最适合乌鱼子品种的养殖。至于卢塞欧，养成后的体型较小，大金鳞则是必须养殖四年以上，这两者都不符合经济效益。哦，乌鱼天生是宝啊！我们随便料理的二三十道菜没有问题。真的，我的人生第一次就是只吃鱼鳞。嗯，我觉得很好吃哎。
一点。哦，这里有什么？老伯、这伯，这个有没有啊？其实哈，都不是啦。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哈，没有那种鱼啦。啊，都不是，你叫我来捞。但是我今天可能要抓看有没有大金兰的啊，大金兰、可以养那个体型很大、啊，可以养菜窝啊，哦、下市场的啊。哦，懂了。好多哎、欸，其实我相信这个如果真的对的季节来，这两个小时一定可以捞得到上一二十万尾。回去再挑干净好了。阿拉德，阿拉德。把这个稍微集中起来，收起来。从鱼都被我抖掉了。也是好的。啊，我是用这样啊。哎呦，捞起来哈。好聪明的方法，我还想知道怎么倒。一般的，所以说一定会得一碗嘛。真的不知道的人真的不知道这样。所有抓鱼苗几乎都是这样。真的、哦，都是他会拿一个碗，也抓满苗。满苗也是，没错。好，二修，还算蛮干净的吧？哈，干净。好，走。啊，你这鱼苗带回去是？对，我们带回去哈，再慢慢挑好了。好啊，走，把适合的这个乌鱼分开来。分开来。其他我们可能是杂七杂八的鱼，我们另外可以养啊。可以养。像我有开放一池海钓场啊，那个海钓的鱼就是杂七杂八的鱼啊。好。里面的鱼种几十种啊，用这一些杂七杂八的鱼来养是最适合的。好。因为还没有到乌鱼苗真正产季，即使鱼获不少，就是不见乌金宝宝，但可以跟着宝哥走一趟竹科旁的生态秘境，也算是不枉此行。至于这些小鱼苗，宝哥说啊，可以带回去休闲鱼池放养，这里啊算是他的鱼儿聚宝盆了。市面上看得到的鱼里面几乎都有。来，加油！哎，拜托你，把我这两大个钓开。你这种好像是觉得说，你就是钓不到，你搞钓起来，为什么要钓龙胆？看你有在钓无？你龙胆老实讲，在里面吼，搞我来一挂这高级鱼吼，吃足多去。哦，真的哦。怕算的嘿，你今日若有在钓钓到龙胆吼，我就就许边来请你。哎呦，所以你看，我没有这样被人家拜托钓龙胆的，你知道吗？龙胆会把其他鱼吃掉，我帮你钓了，等我，等我， okay. 等我，等我。加油。对我这种钓鱼边缘人，宝哥，你确定要把这种重责大任交给我吗？虽然大哥说有钓到就请我吃龙胆大餐，但杠龟的话就只能吃鱼鳞喽。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就是天气太热了，热到他们现在不想吃假饵，所以我决定。用一个，听说在所有龙胆池跟钓鱼池呢，禁用品，我们叫禁用饵料。但是因为大哥这也是休闲鱼池，我们就来试试看，大家都市传说是不是真的？这三种东西，听说丢下去龙胆是用抢的。好啊，居然都会抢，那就让我来帮你试试看，好吗？你看喽，这里有这三种，你看，头足类、鸡腿。牛排、鸡腿、牛排、花枝、龙胆呢？这个我烤肉就好了嘛。你拿这个下去钓龙胆，真的可以钓到。我们先用花枝好了，好不好？回击了，用回击的气功来啊！好吧，这样。我不会钓鱼，但想当当在这段期间，我已经学会很多次的钩饵。来，咱请来的龙胆石斑。钓鱼池禁用品，看他多会抢，来，赶快来抢。
太热啊，我实在觉得我很怀疑耶。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怀疑到大哥是不是都是讲说里面有龙胆，结果里面根本没龙胆，所以他现在开始走回去，就直接准备鱼鳞就好了，对不对？啊，我懂了啦。大哥刚刚不是讲吗？说，帮我把龙胆吊起来，对不对？如果吊起来，我请你吃大餐。但你记不记得后面又说了一个，他。因为什么他希望我们把它吊起来？因为龙胆会在它里面吃掉其他的好鱼，它在里面吃好鱼就吃饱了，谁要吃你的牛排鸡腿跟那个头猪肋啊？你懂意思吗？精心准备的必杀耳技，海鲜鸡腿都端到面前了，这龙胆大哥正眼也不瞧一下，看来原本想带回家煎的牛排不拿出来我看是不行了。我就剩下牛排给你吃了，如果你不要牛排那我也没办法。这个牛排看起来就很好吃哎，你要拿来喂鱼哦？我的天哪，这牛排看起来就很厉害啊。这个应该是拿来钓老虎的吧，怎么会拿来钓鱼啊？牛排来哦！刚刚好像有哎！什么？等一下，真的你没有钩子呢？其实这个主要是让游客来做一个体验，就是说让他们知道海边的乡下小孩子对以前小时候都在玩什么东西哦，竹竿博鱼啊，来，哎，刚刚那龙胆啊，在看而已啊，龙胆，吃掉了。玩得一点。是什么？我钓到鳗鱼了。我说奇怪，怎么拉到东西？吓我一跳，我以为中了呢。后面有个黑黑的在追。对啊，我以为中了哎。我会不会等下钓到一条内裤上来？不是吧？我觉得大哥是不是说错了？他是觉得我是来帮他清垃圾的吗？我刚真的觉得我钓到了耶！端出这么多的好料，居然还是铩羽而归。虽然日正当中本来就不容易中鱼，但这不是借口，还是乖乖的吃鱼鳞吧。谢谢大哥，你知道吗？我钓不到鱼啊，你也不用太意外。哎，小作是正常的，你实在很信他咧，真的哦，在这边破了我们的记录咧，我们的记录，我们这个湖乐从开始到现在哈，好像没有人共，没有人共估的哦。所以你摆这么多的大餐给我是让我看的，当然啦，我刚才讲好了啊，不过你放心啦，还是有跟你准备的，就是鱼鳞啦，这个你，这个是可以吃的哦，啊。当然可以吃啊，物以全身是宝啊，我们随在这边吃做个物以大餐，随便料理这二三十道菜没有问题啊。真的哦，乌鱼是连鱼鳞都可以吃的。对啊，你吃看看啦。我试试看，反正这一盘是我的嘛，是不是？啊，对对对，你也给你包了。我的人生第一次就是只吃鱼鳞哎，哇，吃，哎呦，哦。真正道地的鱼鳞哦，啊不是假的哦。它好像，我们是有吃过虾饼吗？对不对？它好像是鱼饼呢，我觉得很好吃哎。对啊，这个我说鱼全身都是宝啊。我觉得吃鱼鳞哦，也不会是一种怎么讲出发哎，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哎。哇，那你。好醉，你这怎么做的？
哦，这个地方没有吃过啊、哦。没有，没吃过。对呀、啊，回去哈、哦，你老婆的时候，杀鱼的时候，哈、哦，不要那么浪费。嗯，我一拎溜起来。嗯，啊、哦，这个用哈、哦、抓啊调个味，因为一拎的东西本身无味无没有味道的哈、哦。嗯，还说调点味，好、哦、下去油炸一下。OK，、哦、这个来下酒的话非常适合哦。哇，好好吃哦。鱼鳞呢？你说，大哥，您说，乌鱼，哎，整尾可食。对，有什么？我现在吃了鱼鳞，那你这边还有什么？当然了，我们讲乌鱼三宝啊，好，第一个像乌鱼就是三宝啊，乌鱼子一定要吧，嗯，要，乌鱼羹一定要吧，乌鱼羹，嘿，啊，很可惜现在不是当令的季节，所以吃不到这乌鱼咸，啊，没关系，啊，像我们这里哈，这个乌鱼子炒饭，哦，乌鱼香肠，乌鱼香肠，哎，啊，当然乌鱼米粉不用讲了啦，哇，人家是鲫鱼米粉，你这乌鱼米粉呢，而且内底够油皮，够丸呐，哇。哎，澎湃哎，是啊，这碗啊，你唔难看哦，迄是乌鱼丸哦，真正用乌鱼肉落去，哦，拍香，啊，做成，哦，做成五行颜色的这个丸子，乌鱼丸哦。哇，还那个是什么？而且乌鱼子萝卜糕啊，我们吃个港式萝卜糕，吃个普通萝卜糕不稀罕，对不对？哦，加个乌鱼子来吃个乌鱼子萝卜糕，什么？我钓不到红胆石斑，难得啦。虽然说共姑还是说破例请你一次啦。我就知道大哥哈，人就是好。你要碰到这种好人哈，你一定要走到这种贵宝地的地方来。一进来看到这样的生态，然后你自己做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你从无到有自己种的啊。对，这个我们做的这里以前是海中央，我们海埔新生地把它填出来的。是哦。哎，以前我小时候就对比较看过，嗯，真的是海中央。海中央。哎，我来的时候在这个填海造陆，嗯，我把这做成这个整个遗址哈，对，开发出来做成。是一个农场这样哦，所以你这边就有养殖乌鱼，对，然后你那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其他杂鱼类都有，对，像开放给人休闲，哎，开放休闲海钓，对，哇，那我可以吃哈，好，就开动好了，真的哈，从哪一个来啊？每一个都想要吃哎，乌鱼子先来，好吧，来公筷一下，你这是用萝卜。哎，这个基本上乌鱼对这个萝卜的这萝卜蒜都很对味，真的哈、哦。其实我最喜欢加这个萝卜，哦，也可以去除这个黏牙。好品质好的这个乌鱼子的话，会有稍微一点黏牙的感觉。哦，那这个萝卜也可以去除黏牙的这种困扰。对，你看油透油透的，哇，好吃。老实讲，这个北台湾就是我们这一期养乌鱼的，那因为我们这一期哈，这个地理环境，而且气候非常适合这个乌鱼的养殖，嗯，而且新竹哈，在这个乌鱼采收的这个季节，碰到九降风，嗯，九降风，好，帮我们这个制作乌鱼的过程帮忙很大的吧，嗯，好像我们新竹有名的米粉呐，嗯，哦，这个柿饼呐，嗯，我们乌鱼子。就是拜这个九降风所赐，就是说做出来的是这个品质特别特别的好。靠着九降风天然风干了，对，对不对？所以也是靠大自然来帮你这个忙。大自然的帮忙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味道，好吃好吃好吃。大哥，谢谢，感谢。我下次再挑战你的休闲鱼食，好，多来几次，搞不好就有机会。像你这个吧，他我都非常欢迎。我就说吧，所有鱼食最欢迎我。乌鱼子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EPA、DHA， 因此有海中人参的美称。而这份美味啊，更是许多人努力付出、经历1000多个日子后才能成就的心血结晶。虽然没钓到鱼的心灵有点受伤，但哥的胃可是获得大大的满足。换个地方，哥要来去重振雄风。人家说出外靠朋友，这次呢就要来找我们呢有共通的好友，彦成，哎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两个共同好友呢就是流量左斗哥，我已经常常听他说你这边呢，对，已经说了不下数百次。因为我刚刚才在另外一个渔场，所有的渔场看到我走进去都知道这个骂咖又来了。我钓鱼是共孤王，因为你穿错衣服啊，你穿一件乌龟的衣服出来钓鱼，那当然会共孤王。原来是这个的关系。
讲哎，原来是这个的关系。你要不要脱掉，顺便晒一下？哎、欸，这样真的会很想脱哎，怎么办啦、啊？不会啦，今天绝对不会让你共辜。确定？如果共辜，我跳下去。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真的很容易共辜哦。不会，我看你今天真的要跳下去了。真的啦，可以去换泳装了，你知道吗？不用，就直接下去就好了。你看，有没有一个黑影呢？很大哎，这什么鱼？龙虎石斑。哦，龙虎石斑。所以我听人家讲说，你这边有一个叫，你是自创的，叫一个博鱼，对不对？什么叫博鱼？其实博鱼，在我们钓鱼人来讲，就是在跟鱼拔河嘛。拔河，对，就是在博力气啊。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看你这么壮，所以也就是说去博鱼，要博到多大的鱼？那就看看你的本事啊。曾经有博到多大的鱼？你的记录？我这边的池子吗？对，这边的记录，这边记录。我用钓的啦。对。好，我用钓的那个七星鲈。对。十四斤。十四斤的七星鲈。十四斤呢，很大呢。金目鲈大概30斤。大概1.2米，就这么长。哇！然后，我的龙虎石斑，对，18公斤，30斤，30斤嘞，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看我今天有没有办法博鱼了。绝对可以的。哇！怎么办、啊？不然我要跳下去呢。对啊，我觉得你会跳下去呢。不会。真的吗？行。Let's go， 怎么跳？来，哎，等一下，这个可以啊。我跟你讲，你要跳下去了，你用这个钓，我刚刚用最专业的那个，还有例如的那个东西下去钓，我都钓不到了。等一下，真的，你没有钩子呢。其实这个主要是就是说让游客来做一个体验，就是说让他们知道海边的乡下小孩子对以前小时候都在玩什么东西哦，竹竿博鱼啊，所以我不绑钩子，主要是说我们不伤鱼嘛，因为要给游客体验、啊、体验，所以我这里有个圈圈，对不对？对，把母线穿过去，对，它就变成一个活结，对，然后把鱼扣紧，把鱼扣那个扣进去绑紧就可以了。对，那这个。什么鱼？叫做……你有钓鱼的人，你应该知道。我不知道。我说彦城啊，虽然咱们有私交，但你这话未免也说得太满了吧？一般人想要钓龙胆这种超级大物，除了用专业的钓组。就连饵料的种类及花样也要与众不同，但你所谓的博鱼就只是用竹竿和绳子绑住的竹夹鱼，这样子水中怪物真的会理我们吗？确定呢？来来来来，我才不信呢，这样可以钓？哎哎，来来来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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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龙胆呢？他只是在看而已呀、啊，龙胆，龙胆，吃掉了。哎，有呢，真的是。但是为什么？那怎么把它博起来？纯白的龙胆，十万只只会有一只白子啊。我们来博一下白的。这龙胆呢？龙胆，龙胆。哦，好。哎，我是来洗澡的，是不是啊？玩得一点，怎么把它拨起来？那你就小只一点。等一下，怎么把它拨起来？小只一点就。这句话觉得蛮怪的。好好，小只一点，小只一点。啊，我懂了，我懂了。像人家夜市捞金鱼的概念，你不能太用力，你太用力往那个会破掉。要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一鼓作气，它咬住之后，然后那个一鼓作气让它上来。好，我懂，我懂。所以我说你钓线不要太长。哦，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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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懂了。但是这一池很难上来，因为这池比较大。真的吗？你再试一次看看。那里有一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我要让观众看到鱼长什么样子。你吃不到。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太快了吧！太快了吧！当然要快啊！而且完全没感觉。对啊。
太快了吧？不是啦，你这样三叔，你冰箱还有没有？你把那冰柜搬出来啦，我觉得不够用哎。绝对够让你起来一条啦。怎么可能？真的啦。你会跳下去哦。嚯，哎，你们要小心哦、喔！我现在是真的在搏鱼了，蛋蛋蛋蛋蛋，麦克要顺点，然后我要先看他在哪里，他来就要中。嚯，你要让他咬住之后，那个力气就给他。有哎，这个比较大啦。然后然后拎走嘛，赶紧。哎，这个你会受伤的，对吧？这帮我，因为我刚看不到他。好，来晃晃晃，你试试看。好，你说这样子吗？对。哎，这个好玩呢。哎，这个好玩呢。真的好玩。好。最后是最后是。哦，难怪狗哥都会。一直跑来这边玩，哎，那个动力火车也来过啊。换小条的试看看，先有信心再来博大的，好好换小，先用小的。天哪，不用鱼钩，直接和鱼斗智斗力，真的会博出兴趣和斗智哎。只是这池龙胆实在太过凶猛，好几条竹夹鱼有去无回，还是先转移阵地，试试小一点的龙螺斑。没想到不用钩子也可以达到钓鱼的乐趣耶，而且又不伤鱼。这是你们小时候在玩的？对。哎，这个好玩哎，怎么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子哈？不然你整天钓自己养的鱼会被爸爸打死。看到黑影就想开枪了，在哪里？我才想说他没来，他就给我偷走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对不对？对，刚刚有 feel 哦。对，我有感觉到被拉住了，就那一刹那。对。就那刹那，就是把它钓上来，而且这样的鱼不会受伤，不会。而且你刚好还可以喂鱼，让它一直中的。等一下我再短一点，刚刚太长。耶！来，你要跳。我说共估，我跳下去啊。哎，龙虎斑，小心点，不要勾到它。我把它勾起来给你，来。好。哦，小心。哦，这个大钩不会伤到它，不伤的，没有关系。哦，搏鱼，让我搏起来了。你讲慢一点，让你搏起来。对，搏鱼啊。Yeah！ 你看他在跳舞。哇，你看哈，来再来哈，龙虎斑哈，身上哈，它会开始变颜色，颜色会开始变浅，因为它上来的时候缺氧，它开始缺氧的时候就会开始变颜色。所以我们这样就要再把它放回去。对啊，客人来体验完，我就给他们拍照拍，给他放回去。帮我拍一张，我刚我儿子说要看。没想到这还是有一种一竿钓的感觉，很爽哈，过瘾。对，过瘾。这人家叫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了。对，博出兴趣了。我刚看到那边有一个。它里面是白色的吗？对啊，白色的什么？它是白子，白子的龙虎石斑，白色的龙虎石斑哎，我们来搏一次，搏一下白的，在那里啊。哦，等一下，在那，它会上来吃吗？会啊，那就看你的。它现在在看我们呢。对啊，它现在在看我们呢，你看它有没有？它现在在看呢。来，小白上来，就你了，对。小白来，他在看呢。小白来了，不是你，其他的走开，不是你，也不是你，你们两个走开。不止两个，一排了。小白，哎呦，不是你啦，哦，那牙齿好尖哦。你看小白往后退呢，因为
他其他的太大，他是弱势，他是弱势，对不对？他是弱势啊。哎，他很聪明呢，他直接咬尾巴咬断呢。对啊，他不是一口的呢。这龙胆呢？龙胆，这龙胆。哦。哎，我是来洗澡的，是不是啊？刚刚龙胆好大哦、喔！我给你重鱼，你也不要这样帮我洗脸。哇，好好玩哦、喔！哎，这带小孩来会好玩呢。再让你看一下龙胆在哪里，来了。哦，哎，这只也是啊，龙胆。对啊，你看，哎，他们，对，你走开，我要看大的。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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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龙胆，这龙胆，来来来，再小白来喽。哦。过瘾哦！对，有胸有胸哦。小白刚刚有没有觉得我们家的水是咸的？咸的，你是纯海水啊？纯海水啊！好厉害，难怪一天两个潮汐抽海水这样子。哇！这样鱼才会健康，健康对啊，才会 Q 弹，才会好吃。真的哦。嗯，等一下你们可以吃看一看。好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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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这样还可以引他上来看一下龙胆来了，这龙胆，他没吃到，没吃到，没让他咬到。来，小白，小白这里，白的来了，白的来了。哎，我直接拉网子比较快。好，拉网子比较快。等一下，再让我玩一次啊，好好玩哦。反正你还有十几次的机会啊。对嘛？龙胆，龙胆来了，太大了，这拉不起来，只能让你看。啊，拍谁？拍谁？拍谁？不好意思，把你弄湿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你跟摄影大哥有仇哎。没有，没有，把喷的这样子。一点，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你跟摄影大哥有仇哎，没有没有没有，喷的这样子，不是他站的位置角度哈，他就你自己不太会选哈，再来一次啊，如果这边不行，我还是小隔壁的是什么？那也是那个刚刚起来的那个尺寸哦，好，对，龙虎，龙虎，对，因为小白一直很想吃，但是他都被大的鱼有没有赶到旁边去了？看小白。不是你啦，哎呦，人家刚那只白的，这样，哎，他来了，旁边错，白的来了，白的来了，我觉得我来引诱他们离开，白的来了，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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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很少白的，白的要来了，白的要来了，来了，白的。是你，也不是你。哎，我发现这个休闲鱼池很好玩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可以去选择你想钓的鱼，哎，在像我以往的钓鱼是拜托拜托，有就好了，赶快上钩。老板后宫佳丽3000位，让你自己钓。彦成，虽然你有后宫佳丽3000，但他们一个比一个还凶猛哎。拼命阻止我跟小白碰面，看来活鱼是洗不通了，还是用拉网比较快。好了，来，哇，哇，这只已经哇纯白的哎，哇塞，金十斤了，你看，好漂亮哦。你小心哦、喔！对，它咬住哦。对啊。哦。哇！十几斤。哇塞！它从纯白的哎，一斤到现在。哇！那你什么时候发现它的？其实我买一斤的鱼回来的时候，
它有四只，我刚刚有讲嘛，白色的、橘色的，两只黑白乳牛的那样，然后就剩它了。哎，兄弟，加油嘿！哇，纯白的龙，十万只只会有一只白子啊！哇，好猛哦！哦，来，把它放回去，把它放回去，赶快让它下，让它下去，真牛！哦，开对嘛？你看，哎，是不是要钓鱼就要来这样子百发百中的渔场嘛？你们不要一直去叫我钓那种根本不可能的，然后还破让我破了别人共估的记录，那我也只能怪说是衣服的关系了。哇，要让你先苦后乐啊！哇，很开心。彦成说，在父亲开设的养殖场，从小玩到大。这座天然海水养殖池里，曾饲养了石斑、草虾、斑节虾、黑鲷、鲈鱼等水产。他接手后，将养殖池转型，除了首创刺激的博鱼体验，更结合了现捞自家养殖海鲜无菜单料理，要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难心。龙虎斑哈，我已经吃了不下数百次了。但是这倒是我第一次觉得龙虎斑这么美味，还没吃就美味了。你可以吃看看，其实跟一般的养殖方式不太一样。我是因为觉得我没有在鱼池钓过鱼，对，所以好不容易在鱼场里面钓到鱼，哦，这种感觉，因为它是纯海水的，是啊，活动力也不太一样。你来试试看，试试看。我先喝一口汤好不好？好。哇，这个汤实在是浓郁的感觉。就是简单煮，这样就哦，鲜甜呢。有没有觉得海水的味道？对，鲜甜呢。这好像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有打鱼嘛，对，好像是我们自己打到鱼上来的感觉。对啊，好像不是养殖池里的东西。不太一样。嗯，它这个肉吃起来很，就是有运动的鱼。对，它不会说粉粉暖暖呢。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放山鸡跟饲料鸡。对，哦，就是你养殖的一般养它就养比较淡，所以它成长速度会比较快。对，比较快可以卖钱。对，但是我不是要很快的去卖钱，对，我就慢慢养慢慢养，然后供应在我的餐厅，然后给我的消费者这样子。哦，所以我就慢慢养。我试试看，你说这个是温沙拉是吗？对，这个是这个是酱料是用，就是我们在地有个东海莱姆园，我们现在这边其实是一个休闲农业区，对，总共481公顷，那里面的业者，我尽量就是可以把在地的食材把它融入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新一代的教育还是好的，就觉得还是大家还是选择一下吃当季，吃当地，你想要吃什么，你就不如就去那边走一走，你去那边走一走，去发展一下那个这样一个聚落里面，它生产出来的能量是什么，你也可以在当地好好感受一下，你也可以这样坐下来哦，玩一玩，吃鱼肉，喝喝鱼汤，钓钓鱼，而且等一下还有漂亮的夕阳云海，真的，对啊，不错啊，所以感谢，让我一圆钓鱼之梦，而且哎，还没有用钩子哦。还没有用钩子哦，所以不要再道听途说，说什么穿乌龟就钓不到，有没有？哥还是钓到，我帮你解咒了，那解了，完全解开来，完全解开，哇，好喝。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哈，我们就说食物里程，你算一下这一锅的食物它。所得到的里程数加起来，这一锅如果里程数越少，代表它是越在地的，越新鲜的。哎呦，我们所谓的那个农场到餐桌的距离越近是越新鲜的。对，还是就那一样那句话，吃当地，吃当季喽。对啊 ，OK， 多吃一点吧。纯海水友善蓄养的龙虎石斑，吃得到 Q 弹的肉质，丰富的胶质。6年前，彦成啊返乡接手父亲的鱼池，养鱼不再是唯一的工作，推广产地直接吃，新鲜零时差的概念。除了自家渔业，也带动周边其他产业，要让旅客认识最在地的好滋味。
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